这才叫老六，这种人糟糕。哎呀，又活！哎呦，又活！你凶啊！你妈！我说你打别开。呀，有咪咪，你知道吗？有咪咪，德邦总管就无敌，有咪咪。我想想，我这跟不可能让我去中吧？呀，那咪咪就别跟我嘛，咪咪去下嘛。呀，我花花中吗？打谁？吸血鬼，那就弄他。依然你是如此的。呀，神呐！总是在梦里，那里有住的家。嗯，还一直在幻想。哇，凶的很！有个小地图。哦，好，马上，我把他杀了，这波。小地图是吧 ？OK。总是在梦里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。但是打这吸血鬼，感觉不出提亚马特吃不了他的塔。喂，操，跑得才快哦！回城，那你人不就没了吗？这波他会血吗？后悔，那这波要给他敲烂两针塔皮。科学养猪，哎呀呀，打不赢的是最夸张的，你们知道吗？
呀，他妈就肉的离谱，他出个探索者的货币，赖子，呀溜了，杀别的路去了，中路不好搞了。哎，截去中路，截去中路，波贝尔去中路，波贝尔去中路，中路不太好搞了，要撤退一下。我来撤的。而不出死刑宣告，出死刑宣告就拖节奏，知道吧？你们血鬼是吧？啊！谁玩的猫咪？啊？你玩的猫咪吗？不是我。二。呀，这猫咪多会玩，兄弟们！哇，给我单吃塔皮，夸张！无敌了，无敌了！詹姆斯邦德这个英雄一定要肥，不然就巨垃圾无限活力力，肥了就很猛。呀，我们两个打他才痛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就没了，我操！这个人，我站在路上，我操！哇，他这都能秒打我，你知道吗？出一点护甲就很肉。对，出一点护甲就巨他妈肉的吸血鬼。
哇操！这吸血鬼我捅他没有暴击就不香。哇，给这人玩惨了。妈的，我们等级有点低，要去打个龙。走，男爵，男爵，搞个男爵，麻子，走走走。走，打龙了，麻子。我敢啊！养个猴子过来捅一刀就没，捅一刀就没了，不是？太离谱了！得得得，男爵。哦，等级好几了，他妈打龙搞等级。我的卡的速度好高啊！怎么这么高啊？呀，你们不会打不过吧？呀，太晚了呀！呀，爷让他把龙自己打了。说话就妈的，我这把卡卡卡的。哎呀，失误了，我失误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好，哇，好狠，麻子，哎呦，滑起来了，麻子。呀，600的攻，我透！这猴子一刀就死了，我感觉。听说吸血鬼是你们大哥，你知道吧？听说这个人是你们大哥，听说。呀，老子捅小兵一下，捅2100，麻子。听说你很能风筝是吧？我走位，我要跑慢。
啊，乱捅乱捅，我着不住。要这包贝尔还是可以的。哎，别办塞拉斯啊！别办塞拉斯，就想玩把塞拉斯就去吃鸡去了，好吧？